第31题，今天某非金属燃烧时，火焰颜色是美丽的蓝色火焰。该非金属元素可能是，这是我们请同学背，我们说常常会问到的硫燃烧的颜色是所谓的蓝色、蓝紫色的火焰，会产生有臭味的二氧化硫，所以这个有蓝色火焰的非金属元素应该就是硫。第31题问我们说。该非金属元素可能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S 硫。